上面呢也把这个五协众人的法动用表格形式呢，从五协的属性，从这个治病的规律，还有呢临床特征。这个临床特征呢，我是从它的这个部位和脉象呢表述的，是吧？所以那个表格那个那部分呢，可以把它改写成什么呢？临床特征，啊，临床特征。那么我要下面要说的就是极寒伤精、极热伤络这个问题。极寒伤精、极热伤络。那么这个寒邪呢为阴邪，精呢为里属阴，极热呢热啊为阳邪，所以络呢也为属阳啊，所以它这个叫呢同气相求，或者呢从以类相从。所有的我们这里面讲的五邪众人的这个规律也好，是吧，特征也好，都是相对而言，那个也是对这个临床上呢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上，他能够把一些现象归纳为一定的规律性，作为我们临床啊可以通过什么呢，就审证求因病因辨证的一个基础啊，做工作参考。我觉得学这一条呢，从病因上呢有这样的作用。这等于病因呢，我概括了第二条的三条，然后什么又有什么呢？第八条的异常气候，第十三条二段的什么呢？五邪众人各有法度的问题。下面来讲病机。病机啊，所有的讲义呢都拿这个第十条呢作为主要的论述啊。现在呢我想这么讲啊，第十条呢问曰，经云厥阳独行何谓也，师曰，此为有阳无阴，故称厥阳。这个地方呢是拿厥阳独行来举例说明的，这个呢也可以作为名词概念问你何谓厥阳独行，是不是、啊、这个呢张仲景自注了什么叫厥阳独行呢。我们首先考虑的就是人体所说的疾病发病是阴阳的偏生偏衰，是整体功能的失调，特别是阴阳的失调，应该是阴阳怎么样啊，相互维系，是一个生理相对平衡的一个状态，人才能保证五脏的元真通畅。所以当阴阳一旦失去生理平衡，阳无以服，也就是说呢，当阴气衰竭的时候，那么发生厥阳独行的根本原因就是阴气衰竭。阴气衰竭的结果，那么呢就是阳失以服，所以讲义说有阳无阴。有阳无阴的结果，那么它就是等于有升无降。所以厥阳独行。这个也等于阴阳失衡是杂病的基本病机，拿厥阳独行来举例说明。阴阳失衡怎么失衡的呢，是由于阴气衰竭阳失以服，是吧，阴不恋阳了，阳气怎么样呢，没有以服它就有升无降，结果有阳无阴就独行了。这个在临床的表现，我觉得呢就是我们大家通常知道的中风的突发，是不是，素问讲血之一气病走一上乃为大绝。因此呢也请大家，尽管十一条十二条是讲愈后，实际这个三条原文是相衔接的。咱们先来看呢第十一条讲到了处决，是吧，处决。什么叫处决，也涉及到一个处决的概念。当然他这是以脉象啊来论述的病机和愈后。
那么我们说呢，这个他这个处决更是一种突发性的啊，和大决刚才我说血之一气并走于上的这个病机呢是相似的啊，是相似的。那么下面比方说他又讲到脉脱，第十二条的脉脱，也是指处决这个病而言。比方说脉见沉大而滑，现在的脉脱是表现为什么呢？这个词节说的乍浮不见，邪气阻遏正气，血脉一时不通所致，都是说到血气不能够周流了，发生一种呢病理状态，阴阳失衡的表现。这个呢轻的话是个肝阳上亢，可能常见的是高血压病，是吧？高血压咱们看肝阳上亢，重的话就是我刚才说肝风内动了，甚至于呢怎么样呢，就是出血性中风了，或者是呢梗塞的那一类也有这样的猝然昏厥啊，猝然昏倒，也有呢不经昏迫完出现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语言不利的情况。按照我们金匮里面所讲的，你比方说病机，他用这个来概括是阴阳失衡造成的，特别是厥阳独行发病有猝然的问题，猝然昏厥，而且出现脉突然怎么样啊，就循环衰竭的表现，摸不着了，说乍浮一下子就不起了，这脉摸不到，循环衰竭的表现。我一个要讲的病人是什么呢，就是是我们一个家属的孩子，中学生，平常学习啊不紧张的时候，很愉快的时候一如常人，什么事情也没有，一旦学习紧张，特别是熬夜了或者成绩不好情绪不好的时候呢，这血压不稳定的程度到什么情况呢，低压最高到过120，高压呢180甚至220的情况，用降血压的药物用了好多种，没有根本治，没有根本的效果。咱们中药包括我自己也用什么镇肝洗风汤啊，包括有些降压有效的这个药物我都给他使用，效果不好。一个年纪轻轻的一个高中生，也就19岁以下那样，18、19岁的孩子不能坚持上课了。你要看他外表的话呢，没有什么明显的啊这个特殊表现，也不像一般的高血压，哎呀简直头昏眼花不能动那个啊工作或什么，他呢要玩的时候还照常，非常令人啊就觉得中医这个范围里面，你要按照肝阳上亢啊，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情况，阴阳的这个失衡，甚至包括一些高血压突然发生阴阳离绝这样的一个病机就不好解释了。最后我们请他到西医那块做必要检查，发现呢这个血压呢和情绪是有关，但是不能这么高啊。谁是最先发现的，就是我们搞生理基础的，这个是中医院校毕业的，现在去讲生理学，他立刻提出呢，说是不是应该去做一些 CT 或者核磁共振，能不能是室络细胞瘤啊？那应该长在哪儿呢？在肾上腺上，对不对？结果呢，到省院去做呢，做了2次，肾上腺上没找到。后来又有一个人是省医院的内科医生，他说什么都有移位啊，他能不能这种长到移位上去了呢？咱们扫荡一下吧，最后做的核磁共振。在主动脉上真就是室络细胞瘤，手术非常顺利，现在这个孩子已经英语专业毕业做大学老师了。我说这意思什么呢，就是来找我们中医按照4诊8纲脏腑经络辩证，是不是啊？在我们的范围内能辨清就按照我们的施治呢方案来进行，如果搞不清减少误诊率，一定要呢中西医结合合作为病人负责，是不是啊？这个病人给我的启发非常大，所以我今天有意识地把这个病人按照阴阳离绝或者阴阳失衡的这样的一个病机，它是对杂病整个病机的概括，不能所有的病都这样的去认识，尤其是发展到医学科学非常先进，而且走向更加先进更加微细的这个今天，我们中医呢也要学习必要的知识，在诊断水平上提高。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的大学同学，他在退休，因为年龄呢比我大，退休了，
退休以后呢，可能发生一些生活或者工作上的麻烦，要去找领导谈话。谈话之间呢，情绪上有一些激动，突然呢，就颜面上出现了就是口眼歪斜的情况。那个领导说，你口眼歪斜了。他当时更生气了，你是不是有病？他说你有病，这个就整得非常不欢快。但是呢，作为领导非常冷静，立即派工作人员把他推到那个 CT 室一看，脑出血。完了，后来呢，他们医院的院长决定立即呢送往哈尔滨医科大学，就说我们嘛治不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突发脑出血，为了救人。结果在路上的话，这个病人呢就昏厥了。是不是一个猝绝的情况啊？要按照咱们中医来讲，就是一个血之于气，病走于上，乃为大绝这样的一个病因过程。我们在什么时候去看他了呢？就是他到了海医大医院以后吧，做 CT 已经证明他脑出血，现在就是不知道出血的量，完了进行核磁共振，核磁共振出来以后马上就进入手术室开颅，把血饼子全拿出来，这人是醒过来了。两周以后动员他出院，为什么？是恶性肿瘤，脑的恶性肿瘤，在他情绪激动的时候血管破裂。所以有好多呢突然呢这个就猝死的人，有的时候呢就概念是不是脑出血呀，脑血管意外呀。而我现在告诉你的这个病人，他却是一个脑肿瘤不被发现，没有任何先兆。这是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告诉我，我立即呢从这个教学的角度，我问他，你平时有没有什么症状？他说在这个发病的前两天的时候，他感觉我抽烟，我怎么拿烟卷拿不住了呢？大家请注意，这就是我昨天讲的，邪在于络，是个肌腐不仁，应该是麻木。他呢开始发觉的症状呢是邪在于精，即重不胜。一个烟卷能有多大的重量啊？吸烟的过程他发现这个手指头不好使了，拿不住烟卷。再就是第三天跟这个领导一激动，一下子就出现了口眼歪斜，看见没有？又是一个按照我们这个说的这样口眼歪斜的症状，一告诉他马上检查，等着再过一段时间就直接怎么样啊，入脏腑昏厥了。我说这个呢也是这样，就是临床上有好多呢可能来不及诊断的病情，也就是呢按照中医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病机可以分析出来。如果呢有机会诊断清楚，对于我们研究治疗方案，是不是特别是来提高我们临床诊断能力，包括呢就是症候的规范化标准化的问题，就更加有利了。所以这个呢作为第一篇，这三条有关病机的认识是从阴阳失衡，是吧，和甚至处决的阴阳离绝致死这个方面，基本病机是有意义的。但是到具体病情上，我们还应该从微观上做具体分析和具体的研究，仅供参考。病机呢，我觉得第一篇里面举例说明到这儿，特别是绝阳独行和处决的概念大家要搞清。我想呢我举的这两个病人你们可能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再往下来呢，就是我要讲四诊举例。先说第三条，望气色，他不是说的望面色，望气色啊，什么意思？请看原文。问曰：病人有气色见于面部，愿闻其说。首先把问题提出来，然后呢，他用注解的方式自注。诗曰：问答形式回答。鼻头色青，腹中痛。苦冷者死。另外呢，有的版本的小字给你提示了，有的写的是腹中冷，苦痛者死。鼻头色微黑者有水气，色黄者胸上有寒，色白者亡血也。色微迟非实者死。其目正圆者静，
不治。又色青为痛，色黑为劳，色迟为风，色黄者便难，色鲜明者有流饮。首先说为什么不叫忘色而叫做忘气色，这个呢我们讲义呢从暗语上也给解释了，内经上说怎么样啊，精明五色者气之华也，是吧？那就说呢得有神有胃气，是吧，才是健康之色。另外呢我们由于民族或者说呢这个不同国度在面色上呢是有别的，有别的，那么包括呢地域所处的地方不同，面色上也有不一样，还有呢先天后天的因素影响，所以光看色不行。那个再一个呢就是人体的五脏六腑的精华气血，是吧，它要露于外表现于面，所以这个地方呢旺气色是很重要的。在这个旺气色的方面它包括了两个部位，面部实际上反映了五脏六腑的内脏的气血盛衰情况，是吧？那么作为鼻头这部分部位上，有的认为呢是鼻尖，有的认为应该是呢整个鼻包括呢印堂，也有的认为呢这个鼻头这个地方呢也应该包括呢整个呢前额的地方。我们认为呢它主要要说明的问题，因为鼻为面王，是脾五脏里面谁居中央呢？脾居中央。阳明胃经呢它也确实行于什么呢？前额眉棱骨这部位，所以认为呢往鼻头包括前额或者印堂部位都是属于脾所主的部位，不要把它单一的就看鼻尖儿。这个呢是我要说的，就是说呢一个是呢要往气色反映呢五脏六腑的呢精微啊物这个精华气血的表现情况，看你反映你五脏的盛衰，是不是啊？那么第二呢就是看是否有神啊，不光是这个气色有光泽，是否有胃气有神啊。再就是旺的部位也很重要，现在从鼻头这个地方就是部位来反映脾的盛衰啊，反映脾的盛衰。你就比方说人在衰老的过程，走向衰老的过程，大概最明显的话就是怎么样啊，肌肉的弹性减少了，开始出现皱褶，实际上已经表现为阳明胃经的和胃腑的这个功能下降衰减，所以它首先表现为面部的啊衰老啊。所以现在像美容啊就特别注意容颜的这个青春永驻，从容面上我认为首先得从脾胃上从内环境上调理更为重要。那么现在我要说的呢就是望诊对疾病诊断的意义。首先他举例呢是鼻头色青，青色为什么所主啊？这又得复习五脏与五色，是不是啊？如果肝心脾肺肾就是青池黄白黑，是不是？那么因此呢青色表现为肝之色，腹中痛枯冷者死，腹中冷痛肯定是脾胃的病，胃肠的疾病，因此这地方呢他提示肝乘脾所致，肝乘脾所致，腹中冷痛，因为极度的怕冷是属于呢阳气的这个不足。那么因此他又讲到了鼻头色微黑者有水气，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土不治水，水气怎么样呢就会停聚啊，水气它甚至于泛溢，所以它表现为色微黑，黑为肾之外色，那么它呢肾水反物脾土，土不治水，或者说呢肾水反物脾土，这样的脾土不能治水，肾水刚才我说了肾的寒水怎么样啊，上犯，是吧，反物脾土也能。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黑之色它后面也讲了，这就是面色它给概括的色青胃痛，那么具体表现在鼻头的这个色青腹中冷痛是肝乘脾，在面色上色青主疼痛，现在临床我们比较见的剧烈疼痛，那病人表现的是什么样呢？色青不青啊，面白不白呀，
甚至有的出现疼痛休息和休克呀，就是这样，是不是啊？那么色黑，他畏劳，所以这里面他讲虚劳之极，是不是啊？他是变为黑色，所以黑色呀，除了是肾劳的表现，就是说肾之色外露为黑，刚才不讲了吗？是不是啊？黑色主肾，所以肾之色外露为黑。还有一个呢，淤血是黑，色黑。这个黑色呢，我觉得呢也很有意义啊，很有意义。因为我看到的病人可能在早期的时候他没觉得他有病，回头呢我们就从望面色说他，你的面色怎么越来越黑了呢？应该去诊断，结果真有一个呢，就是肾上腺皮脂的肿瘤，最后真就死于这个病。这个所以望诊的这个黑色在中医上，你至少得表示什么呢？色黑是劳之色，是肾之色外露。第二是淤血的表现。在这个暑假期间呢，我和我的研究生们看了一个病人呢，他是一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可能呢接触到了一种呢保护一种什么物品的用含有化学苯的成分，结果这个病人呢他就在近几年来这个面色越来越黑，而且面积呢越来越大。他最后是在北京的什么医院呢诊断的是叫黑色病变，西医的皮肤科称其为黑色病变。那么呢他用了很多西药，但是有一定的呢副作用，越来越黑，一点也没有好转。当然这个人吧，他不说，因为他已经四十几岁的人了，他说我不为了美观，我就是为了呢防止这个病变的发展，你能不能有办法？当时我就是两种考虑，第一从肾之色外露，我要给他补肾；第二我考虑因为他的舌质确实有什么呀紫暗的表现，有瘀斑的表现，所以呢有活血化瘀药。这个疗效呢简直使我出其不意，为什么呢？他我第一次方我就是开了七副，第一个方里的底儿底就是这个底方啊，基础方是七聚地黄丸，七聚地黄，是吧？为什么呢？因为我考虑它是面部包括颈部，就是这块全都是花花黑呀、啊。完了之后加的活血化瘀药，活血化瘀药呢就像龟胸芍啊，包括桃仁啊，是不是？一周之后他来了以后呢，我就觉得他好像白了，但是我不敢确切。他看我就是乐呀，因为他有那个很多病人他在等，他就向我微笑哈、啊。说这人今天可能是化妆抹什么增白剂了吧，怎么就像那个白了呢？当他看了这坐下来的时候，他跟我说，哎呀你这方我简直没有想到，怎么这么好呢？我说有什么表现？他说你没看着我白了吗？我说你抹什么？他说自从得这病以后任何化妆品都不用，就是吃药或者抹他们西医提供的一种软膏，就打吃中药，什么也没抹过。我说那咱们就笑不更方吧，我不敢保证，因为我没有看过你这种病，我吧只能从我中医基本理论上来考虑我给你开的这个方，你要能坚持你就治。一共看了三次，他最后要供出去，完是带的咱们那种就是机器煎药，效果非常好，几乎呢就是前额和两颊这块呢已经没有那个沉着的那种褐色斑了，脖子这地方梗象这地方也是就是略微的有一些就是花纹，非常的高兴。我倒不觉得呢我把这个人的病人吧就是几副药给他纠正过来，倒是这种实践给我的启发，中医的理论的指导性，就这么简易。我就是这两句话给学生也这么讲，咱们就是按照肾之色外露和淤血，就这么组的方。七聚地黄丸也是六肾六味地黄丸八味地黄丸，是不是、啊、这样的一个化材，仍然是张仲景的思想。时间的关系就介绍到这儿。那么色黄者胸上有寒，这个讲的色黄也是面色，所以他后面呢说色黄者变难和这个色黄者胸上有寒，我要解释一下，色黄是脾之色，那么这个呢胸上有寒呢是指的寒饮，是吧？脾呢这个运输这个津液，是吧？那么痰饮的形成呢则指脾运失司，所以呢它不能化生精微而形成病理产物，形成的是寒饮，所以他讲的胸上有寒是指的寒饮而不是寒邪。那么呢下面呢说的色黄者变难，
这个变难是指的呢和脾胃相关的黄疸病啊，也可以见变难，而且深黄、木黄、小便黄，这个呢仍然和病位在脾胃有关啊，脾胃有关。色白者亡血也，这个呢从西医上他也是这样认为，外观上一看面色无华，恍白无华呀，那么要看看是不是贫血的外观呢，是吧？当然现在有这个实验室的检查，你可以查一下他的血常规，是吧？要是血瘀病的话那就更不用说了，是不是？像再生性障碍性贫血，咱们是中医上治疗办法非常好，从脾肾上来解决，对不对？他那个呢在西医中医的名称就叫做血枯，血枯，那亡血，这个是在妇女里面，妇女病里面，比方说像这个崩漏啊，大量的失血，是吧？那么也有呢青春期的供血功能性出血，是吧？那个脏器上检查并没有问题，是功能性的这个崩漏，特别是呢中医的办法还是很好，那个啊，或者是中西结合更好，青春期的以及妇女的这个功能性出血，她大量失血不能得到控制，面色无华，色白者为失血的征象，是吧？我这是亡血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失血，不仅仅是妇女病，那么其他的失血征象会造成这样，还一类呢就是血瘀病的啊，像血枯再胀也属于色白者亡血。这地方呢设微赤非实者死，有的呢认为是什么呢，面色既白但是呢两全微赤，在他那个时代肺痨病也就是肺结核病不可治，认为是一个死症，是吧？这个微赤非实者，什么叫非实者呢？就是他这个两全微赤啊，不是因为食温增高，不是因为他情绪激动，是不是啊？而是他一种呢就像是林黛玉的那种美，是一种结核美，那么呢他当时不治，所以呢他说呢是死症。其目正圆者静不治，静病。那么我们要讲的外感的静病它有一套治法，但是他也意识到这个静病的原因很多比较复杂，那么呢难治之症或者是不治之症，实际我们临床看是不是发生静病的原因很多，是吧？最后这句话，色鲜明者有留饮，这个鲜明啊不是说它有光泽很好看的那种鲜明，而是讲的比方说我们痰饮篇水气篇那种的水色，水色比方高度浮肿的病人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那个皮儿真就是净薄不说呀，还怎么样啊，发亮，对不对？发亮啊，那因为它底下有啥呀，有水液，所以呢这个地方这个流饮就不是一般的流而不去，包括呢一饮是不是啊，在四肢肌肤之间，那么水气篇里面呢那就是高度水肿，它真就是皮肤怎么样啊，鲜明，而且是呢发亮，不是光泽而是发亮，不正常的水之色。好了，时间的关系呢它这个都是一种举例的说明，是吧？我觉得呢在这个暗喻里面它给你做交代了，一个望诊里面一定要注意呢是否有胃气啊，有神，这才是和正常的，先把正常的搞清楚，因为它能够反映你五脏六腑的气血精华，是不是啊？能表示呢这个五脏的盛衰，是吧？第二呢就是要注意呢望诊的部位，面部和鼻头啊气色如何，部位不同那么它同一色泽主病也不尽相同。时间的关系呢就说这儿，还是要求你再怎么样啊，四诊合参，而且包括我讲的那个辩证思维过程全面考虑才会合理。望形态在第六条上，是望的是呼吸的形态来辨别其他的病位啊，是上下呀啊，还是他的这个疾病的
愈后啊，吉凶顺利。诗曰，这是个三类条文啊。诗曰：细而微缩，其病在中焦，实也。当下之机愈，虚者不治，在上焦者其细促，在下焦者其细远，此节难治。呼吸动摇阵阵者不治，这是在临床常见的慢性呼吸疾病，是不是啊？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涉及到什么呀？肺、脾、肾，是吧？肺、脾、肾。所以这个地方的话，也有呢，就是讲到的治病应该当风缓急呀、啊，当风缓急、啊。那么急则治其标的话，应该治哪儿啊？治肺，是不是啊？缓则治本呢，要本于肾。如果治脾的话呢，正好是什么呀？其治。和那个什么是一样的，所以在呼吸四病里面，他也特别注意治本，本于哪儿呢？本于脾肾。这个不是说是像气管炎冬病夏治，这个我们讲痰饮篇的时候要说啊，这个在治法上。那么在辨别上，你怎么能知道他是肾不纳气啊，还是肺气的这个啊壅盛啊？这个地方细而微缩，其病在中焦，是实也。这个可以用下法来解决，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辨其病位的，当然得是实证才能够采取下法，使之气机通畅，完了定喘。你要是脾虚的话，你用下法可以吗？那是绝对谨记呀、啊。所以这个辨证首先得辨别属性，辨清这个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我倒是看到这个哮喘非常严重的时候呢，紧急的情况下给他扎足三里，上病下取，而且怎么样啊，有补脾的作用，能够缓解，有定喘作用。这就是中医的理论的特殊性。谁能想到、啊、上面喘的呼哧呼哧就吸不进去，完了之后你一针足三里就能马上给他缓解下来。这个道理就在那儿，上病下取。而且我说呢，治本治在脾，治在脾。这个呢，我是通过望形态，你要是光看这个条文就好像意义不大，而且挺费解。我要现在这么一举个例子呢，你就觉得它临床是很有意义的，是不是啊？我觉得呢，关键是在变那什么呢，就是比方说在上焦者其细促，就是这个喘。那么在下呢，细远的话，在下焦者就是肾不纳气了，是不是、啊、肾不纳气。这样的细远它为什么此节难治啊？因为它都实际上涉及到肾不纳气，元气衰竭，甚至于它不仅是身体动摇，而且不可远行，身体还受血，这都是肾不纳气的一些临床体征啊。这个呢，将来我们讲虚劳篇还要涉及到肾不纳气的表现，是吧？肾不纳气的表现，所以他把这个难治的症，是吧？要区别这个病位的上下，是吧？而且愈后和这个治疗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呢，这是常识性的，我就点到这儿就行了，因为是三类条文，属于一般了解。这个三条呢是二类条文，我昨天把一些基本条文已经给大家画出来了。这个四诊的部分呢，我没有具体说。刚才这个呢，这个就是十条是二类，我告诉大家了吧，是啊，十一条、十二条判断愈后的这个呢，两个是属于三类，这两个是属于三类。这个呢是二类条文，所以我刚才讲的就比较细一点。这个第六条呢是个三类条文，就是根据它这个呼吸的形态来决定病位的上中下，来判断它的愈后吉凶顺啊，这个顺利，吉凶顺利。下面来看呢就是闻诊。有关闻诊呢，在这个金匮里面包括闻声音和闻气味。闻气味呢，就是肺痈篇里面提到咳吐脓血，状如米粥，其味腥臭，是不是啊？这就是闻诊。那么这个闻声音的话，我们这里面是
第四条是不是？第四条二类条文，诗曰：“病人与生激然喜惊呼者，骨解兼并；与生阴阴然不彻者，心膈兼并；与生啾啾然细而长者，头征病。”这个在临床上的应用啊，这个仍然是举例。如果说听声音来办那个判别啊疾病部位，能举出好多种来，真就是这样。以前说这老中医真了不起，他怎么刚一看着我他就知道我病的在哪儿呢？这就是从你进屋他和你相见的时候，四诊已经开始了。首先是望诊，完了之后闻诊，听你的声音，包括你的声音都能提示，这听明白了吗？所以呢，不是说哎呀老中医一切脉就知道，实际是四诊合参。现在呢说诗曰：“这个病人与生激然喜惊呼者。”什么意思呢？就本来啊这个病人呢，比方说安坐安卧在那儿不活动的话，非常的呢寂静无声，是不是啊？当他一活动的时候惊叫，为什么呢？疼痛剧烈。什么当你活动的时候疼痛剧烈呢？只有是骨解兼并，是这样的。骨解兼并、颈椎病啊，什么腰间盘突出症啊，或者是外伤的那个骨解的呢，你看他能不能动，要一动惊叫不惊叫，这就叫激然喜惊呼，骨解兼并。不多说了。与生阴阴然不彻者，我昨天还提了，文化大革命的是之后是吧，这个粉碎四人帮，说万马应该是其阴，结果呢播音员就说万马其暗，大家看就是一个口字帮还是日字旁的问题，一定要念阴啊。与生阴阴然不彻者，这个你要查字典能看出，一个表示嗓子哑了，说不出话了，没有声音啊，就叫阴啊。实阴呢，实阴咱们一般医学上实阴就是阴啊，声音的阴。要说呢它出现阴哑，要从文学角度上应该带口字，阴哑都是口，哑了啊，嗓子哑了，口字旁的哑，是吧？比方说缄默，因为这个心态上是吧影响，或者是受压抑，我就不说话，缄默无语，也叫阴啊，阴阴然，阴阴然。这个地方他说的是啥呢？阴阴然而不彻者，声这个词解也说了，有点声音，但是很低微不清澈，哪儿的病啊？心膈兼并。为什么要往心膈兼并上考虑啊？心膈是五脏里面的什么所居之处啊？心肺所之所啊所居之处，是吧？那么除了心主血脉以外，肺呢朝百脉，特别是喉为生殖门户，是吧？要靠肺呢，肺系来所主。所以这个生与生阴阴然不彻的话呢，从心肺的功能上考虑，这个至少呢就是闻声音来把你呢一个提示，这个病位可能是在哪里，对不对？我为什么把刚才的那个病例说在前面呢？就是说按照我们中医的这个规范，他可以把疾病的范围缩小的应该考虑的那个，然后你再辨病与辨证相结合，采取有效的施治方案。现在的话下面要说与生啾啾然细而长者，头中病。我看谁都感冒头疼过，甚至有的呢比方血管神经性头疼了，或者痉挛性头疼了，那疼得更厉害，就愿意咋样啊，哼哼着呻吟着，似乎能够解除点疼痛，还是能够缓解一点，就是这个滋味，啾啾然像小鸟叫似的啊，细小而长。他说是头中病，不敢大声，大声一阵能头疼更厉害了。所以呢他这个闻声音对疾病的病位或者临床诊断有一定的意义，这都是举例说明，工作参考。这个就证明了张仲景啊，他的这个临床经验呢都很生动，是不是啊？写下来的这个记录呢，觉得呢现在也能用得上。他这个比方第五条哈，这个也是查呼吸望形态，也是个三类条文，这个大家自己看第五条。
这个也是和呼吸相关的，也是望呼吸形态的。这个因为我讲了一个就够了，是吧？因为那个第六条啊，我觉得呢和将来讲虚劳肾不纳气啊有关联，所以我解释一下，那个就自学了。切诊呢就是第九条二类条文。诗曰：病人脉浮者在前，其病在表；浮者在后，其病在里。腰痛背降，不能行，必短气而急也。啊，这个呢，我在开始讲脉学的时候曾经举过这个例子。也就是说呢，他讲同样是一个浮脉，同一个脉象，由于脉位的不同，主病不同。比方说这个浮脉在前是指的什么呢？关前寸脉见浮，我说了浮而有力，怎么样啊？为外感。那么呢其病在表，这就是外感病，当然是表病了。条文说浮者在后，其病在里，是指的呢关后为尺脉，尺脉如果再见这个浮脉呢，就是说呢病在里。我们在金匮里面有这个尺脉浮呢为血虚，女老胆呢尺脉浮为伤肾，因此呢是病在里的表现。也就说明呢伤肾的话呢，除了有女老胆的表现血虚以外，他又举出腰痛背降不能行，必短气而急也。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肾藏精还主骨，肾呢的外府为腰部，所以当肾的虚衰，肾精这个不足的时候，那么他失去营养，就出现腰痛啊、背降啊、酸软无力、不能行走这样一系列的症状，特别是肾不纳气的虚喘，啊，就是临床的诊断非常的一个标志性的啊症状。所以这个条文呢，讲的就是同一脉象，由于脉位不同，主病不同。这一条呢是切诊啊，对这个诊病的意义。下面呢，我来讲第七条。也属于二类条文，大家要熟悉。这个呢是属于切诊与四时五色合诊，啊，要合参，要进行合参，那个下次课讲。